每年无线台庆一定不少得抽奖，万千星辉贺台庆2023盛当福禄寿表演员王祖蓝、李思智和阮兆祥抽出三位艺人中奖之后，细细粒就上去扭蛋机准备抽奖，但就竟然被主持人潘靖文直接带咗落下一个环节，硬生生咁将佢下一个动作打断咗。抽奖被打断之后，细细粒睇落好惊讶，佢望住镜头方向，相信系向工作人员以眼神去查询情况，睇落真系好尴尬。好在镜头好快咁就转咗啦。